分钟教会你弹唱《平凡之路》这首歌，它的原调是 A 调，我们用的是 G 调指法，所以变调加下来二品。这首歌我们用到了四个和弦，它们分别是 E、M 和弦、C 和弦、G 和弦，还有 D 和弦。OK， 我们左手就用到这四个和弦，右手呢扫弦节奏型是下下下上，再来一遍下下下上。OK， 等我们左手右手都练熟了以后呢，就可以开始弹唱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你学会了吗？